老板，这羊是公羊吧？没有。美食的快乐在一分享，我是尔丽。整整700公里路啊，坐了一整夜的车，我们终于到了这个新疆二高桥大巴扎。这名字听着还是很洋气的啊，走着。人特别多，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天气有点冷。全是吃的啊，人特别多。咱们俩先探探路，不要踩坑了，对吧？我家门前一枝花，每天我都看到它。看一下这个抓饭，不要说看一下这个饭，看一下这个锅，这个锅都够多少个人吃了？100个人不止吧？我觉得抓饭也看起来挺漂亮啊。哦，这个馕看着不错。哇，什么叫花生馕？大家看到那花生馕都弱爆了，这才叫真正的花生馕。好的，这个馕多少钱？花生馕，这个馕多少钱？8块钱一个吗？8块钱来一个。给我挑一个好，先包头，挑一个好一点。哦，姿势帅的很嘛。买单时候必须要姿势帅的呀，帅的。我觉得不是这一个馕8块钱，是馕上面的这个花生米8块。这才叫真正的花生馕，看得见的花生。我看见花生就在哭。美食的快乐在于分享，这一块留给你。绝对啊，我拿着回去，放假有吃。花生味道特别浓，馕就是要吃热的。熬了一天的夜，有点胶原蛋白，来个羊蹄子，正好黑娃娃羊蹄，这皮肤比较黑嘛。我有淄博瑞的。老板，这羊蹄多少钱？12。老板。老板，这羊是公羊吧？没有。一样的羊，你要公羊还是母羊？公的肯定是公的烤的。看一下这个羊蹄啊，看这羊头，应该有点像那个南疆那个迈开蹄羊驼。上次咱们吃羊头特别大，有的一些。不过这个淄博肉还是挺可爱的。来，淄博肉，羊蹄再给你选，湖南羊蹄淄博肉。啊，这个羊头啥羊头？这个羊头88一个。啥羊头？南疆那个大羊头嘛，那个迈开蹄羊头，大头嘛，那个羊。到底羊头啊？来4个羊蹄噻，4个羊蹄。啊，大一点的拿啥？大一点的。想吃公羊的就拿大的。公羊的啊，问那一般皮。还是有研究啊。卖皮吃的，羊蹄怎么能白吃呀、啊？哦，它里面还泡着馕。我们这特色。特色是吧？对，他、这个老板也舍得给料啊，又是皮子又是馕，汤汁在一起泡，白得很。这个和那个西安的羊肉泡馍挺像的。好，谢谢啊。人太多了，咱们没地方坐啊，就站在摊边吃啊。不过话说，这个站在摊边吃的感觉肯定不一样。这么贴心的吗？公羊的吗？母羊的，介绍一下，应该是公羊的吧？应该。香不香？抱一下。糯，很 Q。我羊蹄都烂了，但是不是脱骨那种。因为大家想吃的不一样，有些人想吃到脱骨的，直接就是，但是没有嚼劲。但是味道足足的，蹭饭的一天，想蹭饭跟艾力哥。我感觉他这个馕都有点壮实的，而且今天周末人这么多，再来个汤汁泡的浓浓的馕啊，哎，这样的全是汤。我想这馕不想吃的好吃啊。喂，嗯，儿子，大家要的话多一点的汤，汤包子更浓。
哦呦，爸，俺吃羊皮的专业户去了，你看。跳起来呀，跳起来呀，迈起来步跳起来哦，跳起来呀，跳起来呀，迈起来步跳起来。来自3000多公里以外的草莓新疆草莓粉啊。美食的快乐在于分享，我是艾丽，终于到拉萨了。来拉萨第一件事呢，就是来到了咱们心心念念的美丽的布达拉宫。我身后呢就是布达拉宫，说实话真的是特别漂亮，特别壮观啊。当然呢，咱们拉萨的天空很蓝，连空气都很不一样啊，唯独就是缺了一点孜然味。说到孜然味，我就想到羊肉串了，肚子有点饿 ，Let's go。有点馋啊，所以说呢，来西藏第一件事情要做好防护措施，带好氧气瓶，而且不能像我一样上蹿下跳啊，感觉肺都要炸了。有咱们拉萨的粉丝朋友呢推荐说身后这家店啊，他说新疆菜做的很地道，而且呢这位置比较难找，我们找了几个多小时，好像在这个建材市场是吧，刚说啊，这建材市场，建材市场南门，天海夜市北门吧，新疆厨房，烤肉吗？烤肉，新疆的啊？新疆的。哦，我们今天刚到拉萨，我们是新疆人啊。新疆人吧？啊，看着不像呀。没有吧？这么新疆，人家说不像。像。烤肉一串多少钱？一串6块。六块。哎，这烤肉看着很不错。那咱们这一天能卖多少串？今天正常买个1500串到1800串吧。这标配的，标配的，哇、哦，人这么多！你好，两位吗？你好啊，两位，两位是吗？位置得可能不二十分钟出来位置吧，可能。没事，我们是从新疆过来的。哦，欢迎，3000多公里走了。欢迎，真是，马上给你安排停车位置。新疆哪的？新疆西街的。新疆西街的，老乡呀，我们是西街的。听过，那必须是最好的牧羊人拉拉提。对对对，好，那就先等一会儿吧。先坐会儿。好。哦，这顿饭吃的真的太不容易了啊，10多小时，让咱们一个好找呀，真的是。哎，他们家口碑挺好的，是吧？嗯，我刚一看了，他们说反正大盘鸡哦，可能特色还挺多的。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两位兄弟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啊，没事。是给你们送两个盖碗啊，这是宁夏的八宝茶，你尝一下。这盖碗很丰富了吧？你们家特色是啥？我们家特色啊，大盘鸡、馕包肉、馕坑肉、馕架子肉。然后肚包肉、烤包子这些都有，你可以在客厅上看一下。特色啊，对，这是不缺特色。基本上新疆的东西，基本上我们餐厅都有，80%的都有。那就喝点茶吧。好，谢。还有肚包肉、烤肉，草莓粉。挺拔的白杨树站在我身旁，这就是他们赐予的力量，让我们怎能不坚强，这就是他们指引的方向，让我满怀希望。我们俩呢是把咱们新疆这个特色基本上都点完了，我们今天吃完了，明天吃啥？明天吃大盘鸡啊。明天吃大盘鸡，来自3000多公里以外的草莓新疆草莓粉啊。哇，酱浓，贼香啊！媳妇儿的感觉真爽呀！我一直在考虑明天的事儿，你知道吧？哇，尝一下肚包肉啊，辣的有点着不住了，说实话。嗯。嗯，这香啊，肚包肉真好吃，里面全是看馅儿，羊肉，然后好像还有点胡萝卜，可以呢，胡萝卜解腻嘛，是的呀，不是 Q 弹 Q 弹的，确实香，而且肚子也有嚼劲。小胡啊，
哇，这汤也够鲜的，原汤化原食吗？不错。这豆腐包肉比新疆的好吃啊。哎，先吃烤肉咋？烤肉凉了。不知道拉萨有没有正吃羊肉的。我这羊肉可以啊。赶紧吃。不行啊，我都不行了，说实话。嗯，这个羊肉直接阿娜拿的无头都外直接，还过瘾呢。这什么味道？甘肃加新疆的味道吗？嗯。